过好多次啦，已经咁，但系咧最有气氛系今次，有俊姐一齐喺度打气，有小姐喺度好开心，好有 warm 啊，因为喺我哋咁多位系咪第一次参加呢个比赛？系啊，你唔系第一次。我唔系第一次。咦，咁得我系第一次参加半赛宴系嘛？食晒啲啲嘢啲同事咩嘅？未啊，我依家努力记紧。新人啊，加油！有冇啲系食过几年嘅啦？食过比较多的年份，但很开心，因为每次盘菜宴都是看到台前幕后一个同事好嘅联谊，好像一个自己公司的 annual dinner 咁样，咁所以很开心有机会跟台前幕后啦 show appreciation 俾佢哋啦，同翻佢哋饮翻杯，咁我觉得呢一个平时在大家很忙碌的工作，很难得抽空一起咁样，我觉得好应该做多啲啦，系咪？啊，應該我啊 ，Hugo 同埋 Rock 都係第三年啦，今年盤菜宴，但係第一次食。之前你唔知係叫盤菜宴啫，係改咗名啊，我信。因為有2023改2024咯。今年是2023盤菜宴，就2024啦。OK， 2024盤菜宴。咁咧其實每一年都好開心嘅，好似丁丁咁講啦，其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俾我哋全台嘅藝人一齊，無論係台前啦，同埋幕後啦，都可以一齊見面去聚餐啦。咁亦都係好好意頭嘅，大家咧掀起個盤菜嘅時候咧，就係代表住我哋嚟緊呢一年咧幕前啦就越嚟越多工作啦，咁幕後嘅工作人員就係早收工，然後做早收工，完成曬所有嘢咁樣樣，咁呢樣嘢都係好開心嘅。